后，然后继续向前行。当下从体验到乜嘢为之动，痛即系你要 care， 你就想赢，想赢你就会更加搏命。行入最难挨嘅冬天，一个人只有输唔起嘅人先有机会赢，先至可以经历最完整嘅蜕变。唔怕俾人讨厌，唔怕俾人笑，希望得一个目标，去啊！新 Live 永明晴天冰上火花，星期一晚9:30。